大家也是以徒步为主。六号捐血完，隔天就来了，隔天就来了，所以已经排了7号到现在，7号到现在，所以都没有离开过，没有离开过。哇，那天气这么冷，你有什么御寒的装备吗？帐篷啊，睡袋啊，地垫啊，那就睡在金炉里面。哦，就直接睡在这里。金炉里面，还有外面也有睡袋。啊、怎么会讲说这么的虔诚，都有在参加吗？为了爸爸身体健康，还有全家人、所以每年都有来吗？还是只有今年特别？那刚好今年比较特别，就是说第五天走到北港是我本人2月17号生日。哦，所以有算好，刚好这个时间日子，蛮幸运的。